远桥就跟林姑娘成了亲，几个师兄弟中就属他最开心，可能他这个人最钝吧。松溪本来资质最差，他一直留在我身边学太极，还学得不错呢。讲到翠山，翠山是我那么多的徒弟中最聪明的一个，武功又高，人又帅，老婆又漂亮，在武林中可是最有名的一个，羡慕死我了。除了他们五个之外，我还收了两个入室弟子，一个叫陌生谷，一个叫殷离亭，总共七个人，在江湖上大家都称他们为武当七侠，行侠仗义，警恶惩奸。他们在江湖中都成了大名鼎鼎的英雄。